肯定晚嘛，今天就外送的，就叫提前款，提前14天的。哦，那你把饭吃了，人家是老子才发的，提前14天，妹妹再弄15天，妹妹就走了。我哭不哭？快叫你哥哭。我现在不想走了。不想走，哎呦！大家好，我是小曼。昨天早上我哥打电话说，是因为三亚突发疫情，所以默默的学校说是要开学前14天要返回到银川，所以可能默默要提前走了，所以默默也待不了几天了，可能还不到一个礼拜吧。今天就带他俩去游乐场玩一下，好好玩一下。今天又是39度的高温天气。最近每天都很热，我看还要连着热半个月呢，一直都是40度的高温天。今天在这个沙之船奥莱转一下，里面有游乐场。今天人好多呀。到3楼了，3楼是游乐场。茉莉幻想，听小佳说这好像是日本的一个品牌。还有旋转木马。现在这儿秒票，2张票156。我记得航海小的时候，一张票是30块钱，就前年吧，应该就一张票是30块钱的，今年一下涨到78了。木木心按一个手印，刘一涵刚按了个什么？按了个头。这里人爆满，韩寒小的时候还经常带他俩一起来这里玩，好像是从梦萌上大班那年去了银川之后，他从来没有这样出来一起玩过。木仙，你做了什么呀？走，去吃饭了，快点，去吃披萨，吃披萨不？啊，吃。对，在这里吃披萨。人还挺多了，还需要排队吗？还得排队，排到70号，大概得等30到40分钟。那你俩上去现在玩一会儿，等一会儿下来再吃。里面还有这种开小汽车的，有出租车呀，还有消防车呀什么。灯火晃动，在这儿，灯火晃动。70号。扫码点餐，选一个超级至尊披萨，选好了，点了一个拼盘，还有一个披萨，还有一杯喝的。刚才给两个小孩免费送了冰淇淋。想不想去银川？不想去。为啥？你俩一起喝，我给他俩点了一杯，他点多了喝不完。我刚才想口尝一下你的，你就不说，你可能尝到一点点的就是甜。今天还是第一次带孩子过来吃披萨，也知道味道怎么样。点着这个鸡翅，还有炸了这种虾，还有薯条，还有炸鱿鱼圈，蘸着西红柿酱，小心烫。这个是炸的虾，好吃不？像蝌蚪。像蝌蚪，对。还有一个伞。
然吃了这么干净。那个退了吗？姑姑明天退，姑姑今天忘了没时间，能退。姑姑说明天退。你问一下你要抹个口红吗？我俩终于来了，快吃。哇！哎，我都吃下来了。慢点，你接到自己盘子里吃。来，一人一个盘子。其他的不好吃，有点不好吃。你这点不好吃。你觉得好吃不？我觉得不是很好吃。你在银川吃过披萨没？你妈给你买过没？我吃过。你吃过？我没吃过。你没吃过，咱是第一次吃。我是才第一次吃。难忘的。火腿，还有牛肉，还有青椒，香菇。我尝一个这个披萨怎么样？背后。我不想吃披萨了。为啥？苦，好像是的。你一说我也觉得有点苦。对，你也觉得。还有点酸的呢，这个。我觉得还是不太习惯披萨这个口味。因为已经没有肉了。还是吃包子和肉夹馍比较合口味。两个孩子也不太能吃惯那个披萨。肯德基和披萨哪个好吃？肯德基。刘一涵，你呢？肯德基和披萨呀。肯德基。那么，你叫一个阿姨或者叔叔帮我们把这个披萨打包一下。不用切开，你就直接这样折起来就可以。折着。可以，我回家自己切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把剩下的披萨给小佳带回来了，你尝一下。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披萨的味道。我吃过一次，还可以，其实热一点好吃。热着的，现在还热着，你尝。当然就是这味道啊，还可以。